哦，看见老板的孩子了吗？啊，怒嚎啊，提升我方在场物理和法术伤害10%，持续5回合，一场战斗最多150回合，技能已经顶完了啊，兄弟们啊，嗯，只要水是热的，那个头像啊就一直是啊亮的啊，传送呗，嗯，传送老王打虚迷之间传送一下啊，觉得自己比较丑的时候啊再传一下，好，再来。开门见山啊，这个进场之后立即普通攻击一个未被催眠之敌，提高气血。哎呦我靠，这个为杀人方寸考虑的太周到了，为方寸考虑的太周到了啊！这个技能呢，有人感觉哇好厉害，我方全体野兽5回合，但是其实你们知道吗？有比这个更厉害的技能，有提升物理伤害结果20%的孩子技能，但是呢，他要降低啊，降低防御啊，也降低我方什么全体防御10%啊，提升20的攻击降低10%，还有什么神马浮云，新的孩子很酷的啊。